人吗？五个人，八个。Hello， 有人吗？Hello， 我们开始了，Hello， 是太亮吗？有，是太亮，刚好，刚好，可以的。Hello， 好亮哦。Hello， 蛮美的。会太亮吗？怎么了？最近Hello，嗨，好白哦。听得到吗？这样听得到吗？声音听得到吗？好像没有。对啊。你都在调第二白还是最白？怎么看起来？第二白啊。超白的。第二白。超白的。还是这个灯。大家有看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吗？今天想要介绍明天出游的穿搭，还有下礼拜连假。哦，下礼拜连假对。没有，我观察是我是你的。因为上次有人会说有回音。对，好像有回音，快我把它关小声了。清楚，可能是声音是清楚。来看一下，你昨天写的那一张。对。就是我们等一下就要介绍说廉价出游你会怎么穿搭。廉价要到了，这边的涡轮好大。你说比较大？对啊，因为十月二号好像上了很多新品。对，每周一堆上新品，然后这周的新品是除了周年庆之外，也想要让大家就是在出游的时候很方便，可以就是随意拉着你就可以出门了。对，因为其实明天中秋节嘛，很多人都要烤肉。对，烤肉的穿搭，然后跟假日，因为假日有连假，连假的穿搭。下礼拜。对啊，这礼拜五。就是怎么烤肉要怎么穿，可以就是想烤肉，然后又可以漂漂亮亮。想看活动299的裙子，等一下会穿哟。等一下要锁定。等一下我们会录，我们今天的穿搭会一直就是陆续介绍，就是我们会一直请大家进来。会是我们准备了很多套，很多套，不管是裤装或者洋装或者裙子给大家看。有人已经订好下礼拜这礼拜连假要去哪里玩吗？已经要打包行李了吗？有人问洋洋会烤肉吗？我可能会去吃烧肉，因为我们今天上礼拜有烤，然后我们今天中午也就是应景，我们烧肉烧肉面档，蛮好吃，韩式烧肉面档，你找的那家蛮好吃的。我觉得肉要不要介绍大家？我好像有拍照。我们今天中午订烧筒子的。烧筒子是一家烧烤，韩式烧烤店，然后他现在有推出五间便当，我这样很像在发言。对，没有没有，其实我们吃的真的蛮好吃的。对。然后，因为人家出游，你不一定会在台湾，有可能有些出国，有些人可能会出国，然后出国在机场的穿搭，你在飞机上怎么样穿的舒服？对。今天会抽奖吗？今天会，你有公布奖品？有，上面都有，就是有两个奖品，一个奖品是今天，是赠品啊，很可爱的赠品，这礼拜买1500的赠品，很可爱，这个两面，而且它材质好舒服哦，它材质是有点蜜桃绒的，我觉得。很特别的材质，跟看起来不太一样。对，这有点像风衣，有一种蜜桃绒，就是蜜桃绒材质。它这个上面的字很可爱哦。哇，佩华要去，今天刚订，他带去土耳其。哇，土耳其是热还是冷？土耳其，我感觉它应该是热的吧。跟台湾一样热吗？我没有去过土耳其。它背面是长这样哦。好可爱哦。这是今天其中一个礼物，然后另外一个是有一个。瓶口的牛仔连身，等一下也会示范的。搞不好大家看到就好想要，好想要，好像很多人哎。我们要不要来介绍我们身上的衣服？好啊，你先吧，我先写好。我远一点，就是我现在身上的，我喜欢穿比较休闲，但是我喜欢就是女生一点，有荷叶感觉。然后这件是我自己设计，然后我因为我想要遮手臂，所以我会让这边就是看起来
就是把比较熟这边熟悉，就是你有点 lead 的时候，你会感觉比较熟悉。然后它是背面还有这样的色，还有双层的裙摆。这一件是浪漫小性感荷叶 V 领绑带洋装，有两个颜色，还有眉粉也很好看。对啊，你如果说想要就是穿的比较大人一点的，你可以配那种高跟鞋，就会感觉比较大人。然后因为我今天是上班的休闲的路客，所以就穿那个球鞋，好像也很大，很可爱。就是蛮好看的。这样听得到我的声音吗？这样听得到吗？因为好像有点远。小编的身高体重，我就是158，然后52公斤。好多人下礼拜要出国哟、啊，我们的主题好像不错、啊。就是这个是我觉得可以去海边穿搭的，然后或者说你在机场的时候，因为在机场我去上飞机的时候比较轻松，不喜欢穿的很合身、嗯，就是喜欢穿宽宽松松，那这个就会很轻松感觉。如果要去海岛国家，好像也蛮适合、嗯，拍照会很漂亮。对啊。去到冲绳啊，比较近一点或巴厘岛都可以。牛仔一字领连身长裤我有穿，对啊，这件很好看。那件等下小姨可以转圈吗？你说我这个吗？对，我这个可以。哎、欸，它后面是不是有蝴蝶绑带？后面有个绑带的。这样看得到吗？再往前，往前怕太怕了。不会，好，就是这边，它这边后面有一个蝴蝶结，可黑色可能有一点点性感的感觉。还是想要给大家看一下你的耳环，是上礼拜没有没有，没有是新品啊、哦，我以为是上礼拜、嗯。好，就是下周会上，哎、不是下周是6号，没关系，让大家期待。嗯，之后会上是、嗯、是假式吗？礼拜五会上的，是假是假式假式耳环，好可爱哦，好可爱的、嗯，它的那个花纹很特别，好可爱的，对啊。它是有珍珠金色，然后它这是雪纺材质的耳环。蝴蝶结，然后这边有一颗钻，很可爱。嗯，因为如果你穿这种比较正式的，我就会搭比较可爱一点的耳环。对，搭可爱的话，你就会感觉好像比较轻松一点。我又觉得这样好像可以去吃喜酒。如果是，可是如果是灰，如果是玫红，就是另外一个换成红色，然后配这个发型跟耳环，好像又可以去。这个假式耳环很可爱哦，是礼拜五的新品。有人说耳环的盒子好精致，收、啊、到好惊艳。嗯，然后我可以介绍说，嗯，其实有你们两个好像都可以跟我搭配，就是有好朋友的话，一起出游黑白，嗨，就是黑色和白色就可以一起。对，雅丽可以介绍身上的白色，这个也是这周。我们会以这周的新品为主，这周新品去介绍说，这个礼拜你们廉价的穿搭，然后还有就是。你们明天烤肉的穿搭，这件你觉得适合烤肉吗？他什么都可以穿去烤肉，他都穿得很甜美，都想要烤穿去烤肉。我觉得这件蛮适合去烤肉，因为它其实是做长版，所以你其实也不怕会曝光。对，而且一件套着就出门，其实 很方便。而且他如果不穿外套的话，应该不会很热吧？不会，而且它重点是它这个蕾丝，它不会都看不到刺的。在这里说你是仙女穿搭。对啊，甜美的代表。雅洁身上穿的是唯美蕾丝两件式洋装，所以她买了就会附里面的那个内里。对，然后内里可不可以？是可以的，没有，它是没有打的，但是它就是不刚好做到，就是你的那个小可爱的上面，就刚好到小可爱这边。对，因为我是自己穿平口的小可爱，然后可是像雅洁这件洋装就里面有附了这个长版的，因为很多人如果。有这个长版的相关，可是它里面没有办法，就不知道搭配什么。可是我们其实都做了一整件，好贴心、哦、而且它这个两件式的才490，好像可以近一点看它的。它还有黑色的，有人说穿这样烤肉会用脏吧？雅洁不在乎，雅洁只要最甜美，对，它只要甜美就好。其实它的蕾丝细节是那种就是不会刺的那种材质，真的很仙女。它是横纹的蕾丝。对，就是你这样横纹的感觉。会舍不得穿去烤肉，可以穿黑色啊。而且横纹不也不觉得它胖。我跟你们说，雅洁上礼拜是真的穿白色的洋装去烤肉。你们有看到那个社群分享？不是我们骗人，是她真的会穿这样去烤肉，对不对？对。而且你有穿也很实穿啊。你有烤吗？你有烤？我有烤。有啊，他有烤，我有烤。我马上 po 那个影片。哎，这样朋友应该会惊艳吧？想说怎么可以又在烤肉又像仙女？而且烤得很优雅。还有人问烤肉
盘在哪里买的？对，在 Costco 买的，可以去购入。烤肉男生烤就好，对，有人身穿这样，大家都会抢着帮你烤肉。好好、哦，哎、欸，非常非常对，非常对，非常正确。然后这个耳环也是这周上架的新品，就是我觉得是礼拜五的，还是礼啊？对对，这是这礼拜五上架的，嗯。现在只有今天只有礼拜二，今天是礼拜二哦。是礼拜五会上架的新品，只要放了一天假，然后再上一天班，再上一天班就可以有新品可以买。对啊，假设耳环售完了会补货吗？会补货，就是但是要看工厂的时间，对，就是如果工厂时间来得及，我会请他们就是追加，但是如果太晚的话，我就怕就是大家不喜欢了。会吗？大家会不喜欢吗？啊、还是大家都在等补货？如果有喜欢，我就可以看他，因为他看他时间。对啊，这个我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应该会带新品的。有啊，这个外套是新品吗？是下周。这也是新品，你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不是新品，这个 是之后的新品。之后的也是之后，你先试穿给大家看一下。这紫色好可爱。如果有人喜欢，就要一直锁定我们的官网。今天好像很多人看的、欸，是大家是休假来连休吗？我觉得是今天没有在，是不是大家今天没有上班？休假也太好了吧？大家今天有上班吗？还是今天用休假来让自己连休？这个紫我觉得很有气质、欸，而且这个紫不会紫的很恶心，它是那种可爱的紫，很可爱的紫。你可以脱口一点点让大家看，好啊。因为它的版型是很可爱的，可爱，这件我要买，而且穿起来很显瘦、欸。有人喜欢这件外套吗？我。记得要锁定好像被颜色给烧到了新品预告、嗯、超可爱的很多人都说都在等夹式耳环补货夹式耳环好啊那我就记录一下那我们那可以现在换我介绍我身上这一件那我们这一件换然后你要去换吗还是你要再给我还是雅雅陪你他的跟我们感觉是黑色穿搭，黑色是如果我们今天要去烤肉或是姐妹出游就可以穿这样。我身上这一件就是看比较个性，大家看到这件都很想帮我拉好，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它这个就是设计这样子。你知道有些人会想要里面穿背心，然后再加一个格纹衬衫，然后这样帅性嘛，可是它就一直滑下来。可是这一件它本来就是这样设计，你就不用费力就可以有随性的感觉，就像这样。而且它这个。领口是只有拼到这里，所以不会很。对我刚刚站在你背面，发现背面有背心，它是夹两件，对，但是它这个背心只有拼到这里，所以它不会下面不会很热。现在这个天气穿刚刚好，对，在办公室是 OK 的。衬衫整单边，它就是长这样，就真的整单边，它就是长这样。真的会想要一直帮你拉好，但是我现在也穿一天已经习惯，它就是这样。超喜欢这件的，而且我觉得这件有口袋，好可爱哦。对，而且它这一件就是它虽然是薄，可它不会透，它有拼两层，里面是不一样的格纹，跟外面不一样。它袖子这边是故意做开叉，没有，它也可以，对，它开叉，但它也可以不要折。哦，不要折的话就是里面没有折，就手掌就可以。大家好像蛮喜欢这一件的，这件是我个人这一周最喜欢的，你私心推荐。对，然后随便搭牛仔短裤，或者是我今天搭一个黑色的裙子就很可爱。这个这件裙子也很显瘦，这也是新品。新品，对，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新品，大家这是下周，下周，看他都应该要可以锁定。这个是下周，这边有就抽出去的。出去玩的时候就是衬衫配就是短裤短裙，就是很简单，也可以烤肉。这件就不怕用脏了，就不会像刚刚雅洁的那一件。嗯，这件好酷，我也觉得。大家很喜欢这一件，不好好穿的衣服。如果你们有买，就会知道我说的意思，就是你会很想把它用在外面。可是真的不行，因为它就是要设计比较小帅气。妈妈应该也会想说，为什么不穿好？对，妈妈可能会说，哎，我帮你拉一下，发现没有办法。裙子是分开的哦。裙子是分开的，这是下礼拜的新品。下周一不会，因为连假是下周。下周二。三放假完的下周三号，记得没有错的话，连假过后的隔天，所以今天介绍的都是连假的时候可以买的，对，那我们换别人，换下一组，换下一个我们会出去穿搭，我们要想一下主题。我的是游乐园，你的是游乐园，游乐园，很多人问这件裤子，你们可以介绍。好，我跟那个猫咪穿的是同一件裤子，它是这礼拜上架的搭配。他们两个现在身上穿的是同一件裤子，
是简约休闲感打折宽版长裤，590，有很多颜色，有四个颜色。雅雅穿的是黄色，然后茉莉穿的是黑色，然后它还有卡其色跟白色的。有人问你们两个人的身高，150，我153。然后其实这件呢、啊，我原本做的时候就是设定它是八分裤，但是因为我们两个身高太小了，所以我们穿起来变成了长裤，然后因为我今天设定的是游乐园穿搭，就是去跑很快。你们可以分别介绍一下你们身上的上衣。好，谁先？我先好了，我的是花瓣的。Molly 身上的这一件是舒适感花瓣领长袖上，也是有很多颜色。对，它也有四个颜色。这个是极咖，对不对？它是极咖，然后它还有黄色、跟黑色、跟白色。对，然后是有点花瓣，而且它是薄薄的长袖。好像可以防晒，它好像可以，原本是穿圆领，就是，可是因为Molly肩膀太小，对，所以不然就会穿斜肩，就是拉一边。不然你现在帮他拉一下。有人说你们两个好萌。好，我介绍完了，我搭黑色的裤子跟高跟鞋，因为我比较矮一点，然后所以这个宽裤150也是可以驾驭的，它也是可以。Molly 才150哦，是可以驾驭这个宽裤的。对，这件要怎么穿内衣？可以穿平口内衣。平口的 bra。可是其实我是穿一般的内衣。那肩带呢？就把它藏在里面。我现在也是。可是你这样，有的人会没有安全感。可是穿平口的还是一样吧。就是如果没有平口的人，其实可以穿一般的内衣，就是要去逛街的时候再把它晒下，坐车的时候再把它拉。这个是要拍照的时候，要拍照的小黑魔。无法变成一字领吗？可以啊，可以啊，因为 Molly 很小只，这样就是一字领。可是它一字领，它还是会有花瓣。嗯，这边还是。那这件是花瓣的。花瓣。然后，那现在雅雅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身上？我的，因为我们这一周的那个主题是拿铁女孩，所以在做这一件的时候，就有把那个字母字眼，对，设计成可以符合这个主题的颜色。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颜色。然后因为我穿黄色的裤子，所以我选的这一件可以跟裤子配的。雅雅身上的这件是。Caramel， 好有点英文，一字领印花上衣，除了白色，还有另外一个是米杏色哦。对，因为我们这礼拜的主题是拿铁女孩，所以这个字它是用有一点像焦糖拿铁的那种颜色。喜欢大地色系。你们要不要手牵手一起转个圈？有人问我说上衣会很松吗？其实不会，就是刚好卡在肩膀这边，然后因为我。没有习惯穿，就是平口，所以我会这样拉，对，是不会松的。好拿铁哦，冷人说好拿铁哦，刚好这个颜色也可以，焦糖的。可以看看不要扎进去的吗？哪一件？哪一件不要扎？应该是茉莉这件吧？是吗？可是扎进去比例会比较好一点。它不扎的话，你要不要退后一步？大概到这里吧。不扎的话，长度到这里。但是扎进去会比较好看，因为这个有扣环的设计。我怕皮肤黄的人穿起来显黑。那我们还有黑色跟白色啊。Molly 的身上的这一件，你们要不要牵手？我等一下可以穿另外一色。快点，快点截图，大家快点截图，我们两个好可爱哦，好像吉祥物哦。幼稚园要去交流。裤子有松紧吗？它后面是松紧带的，可是其实如果你自己怕太松的话，它可以绑。就是可以绑紧，但是其实这一件的腰有点小，因为我穿有一点点紧。它这边也可以调，这个带子也可以调。我是自己把它调到最低。想看卡其色，想看什么的卡其色？好像女团，有人说很像女团。又有班的。我们有下一组的人准备好了。嗯。小姨。好，那我先出来。是 Peggy 剪了刘海的 Peggy， 我昨天他的 partner 出现了。我昨天自己在家剪了刘海，然
然后我的头发都是我自己剪，也、太强了吧？不是，可是因为我戴帽子，是因为我现在刘海看起来很笨，可能要过下个礼拜就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不会啦，不会。所以我先你们两个这一组好像是比较休闲的感觉，这一组有配到，是很休闲的感觉，比较喜欢。不要那么甜美一点的女生。对啊，所以你们身上穿的就是这礼拜299的后开叉中长裙。刚刚是不是有人？刚刚是不是有人说想要看？来咯，赶快赶快看哦！太耳环了。哦，那我们今天穿的同一套就是这个中长裙，它是做这算中腰吗？高腰啊？反正它就是做中高腰的长度，所以它的比例的话，它就是拉高一点，所以让你看起来整个穿搭会比较显。显瘦，它是做鼻筒裙的剪裁嘛，所以看起来就会比较瘦一点。然后它后方有做开叉，它这边有做开叉，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就会露出来的感觉。Peggy 跟小姨身上这个裙子是两件598，有很多颜色，有黑色、灰色、黄色、橘色、灰蓝色跟丹宁蓝。他们身上穿的是灰色跟应该是夕阳橘，如果没有记错。夕阳橘吧，我喜欢这种橘，像今年还蛮流行这个秋天，蛮喜欢秋天色的。帽子是配件哦。秋天的感觉。中长裙会不会露小腹？露小腹。如果我会怕的话，像我们刚吃饱，刚吃饱的话，我就会用外套遮一下，盖住一下。而且秋天的话，秋冬天也可以，其实也不用穿的那么露。有人问说你们是穿 S 吗？裙子？S 号。会贴身有内裤的痕迹吗？贴身有。我觉得要穿很紧的内裤。对，肩可能没有办法展示，因为它这个是弹性的腰头。然后臀部也是比较，就是这样子，可能要穿臀的内裤，因为如果太紧的话，可能还是要穿这样子。对，然后我跟小姨今天都穿牛仔衬衫，它这件牛仔衬衫蛮可爱的，它是这边有做那个配色袖子，撞色设计，所以像如果有些人会卷起来的话，就可以像这样子。会有不一样的颜色的感觉，它做超长袖，好可爱。今年流行的那种，今年流行超长袖，这个是下礼拜的。对，它这个是薄薄的那种牛仔的面料，所以它其实现在这个天气穿，里面搭个背心就可以了。然后一样就是走要穿不穿，对，要穿不穿的，要穿不穿。然后我这件是上礼拜的，这件就是牛仔，就是很厚重，很有 box 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去韩国 shopping 吃到饱，这个弹性很好，对，就是也不会不舒服，吃到饱。对，好了，那我们要换下一组，下一组是杨姐吗？杨姐，好，他的人没来，好，换雅杰先来好了。雅杰先介绍一下他这一套的主题。跟男友看电影，日本。他这件蛮可爱，他有做双层小花边的感觉，不要近一点，有小花边。对，他有做小花，我跟他在一起好，完全好不同的风格，合作强烈，好像有点小蕾丝的感觉。他是做蕾丝拼接，还蛮细腻的，可以看到。然后搭配这个裙子是小碎花的，小碎花裙子的。裙子有两色哦，一个是深色，一个是浅色。后面是做拉链的设计。有人说雅洁真的是仙女。这一套其实也可以穿去约会的穿。最甜的小编就是男友约会。雅洁去哪里都是约会。而且他是做那个泡泡袖吗？泡泡袖有一点点泡泡袖，一点点，可以侧边。裙子美美，要不要转圈让大家看一下？好啊。裙子有两色哦。耳环也是哎，耳环是下周，他刚刚介绍过了。我喜欢这个上衣的两层荷叶，好可爱。对啊，好可爱。小杨回来了吗？一样的，对，一样的，就是甜美一套的哎，刚刚好搭配。我看一下，我补拍一下这个。谢谢你哦。包包。
小羊身上的这件是秋日围田蕾丝拼接长袖上衣，它这件是白色的，对，就白色会袖子是白的，江江然后身体也是白的。江江买的，江江玩的开心的。然后它还有粉色跟蓝色的话，它中间这个就会不这边袖子好像会不一样。这个是拼接的袖子，我先把它拉掉吧。袖子。我就喜欢穿那种宽的，其实感觉身上这件是我的，就是这种很甜美的女生跟那种有点休闲韩系休闲的，就是你只要搭牛仔裤、男友裤或牛仔短裤都可以。然后像感觉身上穿那种花裙也很可爱，嗯，就是比较少男的感觉。对，然后我自己是，我如果要有一点点造型，会搭一下这个外套。这西装外套也是这一周的新品，对，就是、这样才好好看、哦，然后露出一点点袖子。重点然后这里都是它都是花边，这个有花边，这个也是花边，好可爱哦。对啊，一样的，很可爱。姐妹也可以这样子。对啊，对啊。而且它是不同，因为你看它这一块很大，然后雅洁身上这个是小小都是小小小小小小的拼在一起，然后这两个蕾丝也是不太一样的感觉。对。然后我身上，其实我这样穿好像有一点点大的细，自己觉得，但是我用下面这条线，有吗？这样很韩，这样 很, 很像韩牛，因为韩牛很喜欢穿牛仔短裤配西装外套，对对对，这边有这两个很可爱的，就是我就这样子啊。我上礼拜我有介，我在周末的时候我有介绍这个不是另外一款，不算是衬衫吧，不算，它有点像上衣，大学 T 拼接衬衫袖的，它有两色。如果觉得白色太成熟，好像可以选粉红色或蓝色。粉红色的好可爱哦，它的粉很可爱。结束。有人想看长度，长度就是这样。长度。有人说第一次看直播，但是因为我把它折进去，就是它如果正常是这样，也没有到很长。但是因为我说这样子，我就喜欢这样。扎进去比例会比较好。对啊，比较粉。可以穿粉色吗？你是说小羊吗？我就等一下套粉色也可以啊。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这样的颜色穿搭，但粉的也很可爱。可能我觉得可以去上学，这个有一点点造型，就蛮可爱。雅阳 IG 上的纽结上衣是 S 哦，S 号有点合，因为它本来就是设计比较合身。对对对，所以我很想要再买大件，我今天已经下单 L 号了。一人穿一色可以吗？一人穿一色好像也可以哦。江江在出主意。然后还有，耳环是木质耳环，是礼拜是只有戴一边是故意的吗？那找不到另外一边。另外一边不知道在哪里。刚刚茉莉有戴哦，另外一边不知道跑去哪边。茉莉有木质的好可爱哦。然后这件西装外套我也常常穿，然后这件是侧边开叉的，侧边开叉的，然后而且这个颜色我觉得蛮显白，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这样拍照。怎么没有人来跟我？没有人来，好吧，那我们先出来好了。因为我本来想说，等一下你不是有一套的吗？我是黑色的，咖啡色的。哦，我可以跟我还是，可是没有人让我们出来，还是你先去跑。好，我先介绍你。我这个大家，这个大家看完了吗？大家好喜欢袖子哦。露露女孩穿起来会不会很壮？不会，因为我也是露露的。嗯。Hello。我觉得我这一套就是，哎呦，怎么那么亮？我觉得我这一套就是真的是出游的时候必备的，因为出游就是很喜欢穿吊带裤嘛。这也是这一半新品。可鱼身上的是多色针织短袖上衣，它有很多颜色，有白色、卡其色、砖红色、黄色，然后它身上这个是绿色。我在讲吊带裤，哎，你要帮我讲吊带裤啊。吊带裤是它还有一个颜色卡其色，它有两个颜色，它是慵懒男孩风，我觉得它就是吊带款，然后那种落地的，现在不是很流行，而且很少吊带裤会做宽裤，哎，而且它就是很能藏肉，就是如果你平常拿 S 号 M 号的你都可以拿 S 号，因为它偏大，然后穿起来就会有就是男孩风的感觉，看不清楚版型，因为它是黑色的。你可以帮我抬一下那个 camera 这样吗？这样往下往前倾，对对对对对，这样看得到吗？宽裤的，刚刚有人说有宽裤吗？这个也是宽裤，这个是宽裤，而且这真的超舒服的，而且好瘦，这个，看起来好瘦。这个中秋连假出去玩真的必备，对，不怕脏。然后黑色的这个大圆耳环
不是我们家的。赶快折起来。这个多色上衣啊，我是选了绿色，因为我觉得出去玩的时候穿这个绿色，第一个很显白。有显白吗？第一个是很显白，第二个是我觉得出去玩这样很亮，看起来很像大学生，很可爱的感觉，看起来很像大学生。这是落地裤吗？我156公分，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就是刚刚好落地，所以如果比我小只的话就是落地裤，那跟我一样的话就是这样。我没有办法看起来看得到吗？如果比我高的话可能就是全长。上衣感觉很舒服，对，上衣很舒服，上衣卖得很好，它是多色针织短袖上衣，然后像这种啊，有这种坑条的，通常都会很显胖，可是我觉得这件不会，它不会太贴身，因为我跟小杨一样都不喜欢太贴身的衣服，它这件就是有这样，有一点宽宽松松的感觉，可是又不会太大，所以穿起来是很舒服、很轻肤，上衣是针织的，又不会很胖。它这个有很多颜色，有白色、卡其色、砖红色、黄色跟绿色。等一下，小杨会穿卡其色，还忘记了。吊带裤会不会很厚重啊？我觉得，这样很厚重吗？我觉得还可以啊。上衣的绿色好显白，对啊，我在等小杨回来，因为他会穿卡其色的这个。它当然比上衣重啊，但是我觉得算还好，因为我有买过更重的。分尺寸，它有 S 跟 M， 我穿的是 S 号。还是下一组的人要先出来，下一组的人先出来好了。上衣好看。下一组，哎，又是我。雅雅跟 Molly 又回来了，我们又穿姐妹装了。然后刚才因为有人问那个穿卡其色的皮肤黄的可不可以穿，其实我本身皮肤也是蛮有一点点黑黑的，但是算显就是这样，不会到，不会到算显，算蛮显白的。对对啊，它是显白的，显白的，咖啡橘的颜色，然后我是穿黄色的，有接的。然后因为 Molly 穿的是比较低腰的裤子，所以它会露到。少女团体回归，他们身上穿的是这礼拜卖最好的小性感纽结圆领上衣，它是2件598，他们一个是吉咖，一个是樱草黄，对，然后因为我穿的裤子有点高腰，所以其实露不到，好像有人问这件裤子穿起来也是显，裤子也是这礼拜的新品，对，是率性修身高腰长筒宽裤，它也是宽裤。然后因为我如果穿有一点点落地裤的，我会穿跟鞋，对，穿有跟的凉鞋，看起来会再高一点点。可是如果想要比较休闲的人，穿布鞋好像也是可以，就是会露出一点点。我的是之前的喇叭裤，显瘦喇叭裤，然后我也是搭有点高的鞋。这喇叭裤是之前小姨试穿的那一件，然后它还有差异。那你是穿什么？我今天穿的是 S 的，穿起来真的很显瘦。转个圈，好想包色，每个都好看。可以包色，我也觉得这礼拜新品真的很好看。这应该是为了配合廉价。你说让大家现在买了，赶快那个廉价好像就可以穿了。对啊。可是今天下单的可能这如果下午下单可能要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你们要不要再签个手？那我先讲，等一下还有二环，这个是礼拜五的新品，然后是夹式的，就是有点流行感夹式的，很少夹式是木质的，对，之前有人在问那个木质的夹式的。主播多高？主播是150，主播什么意思？150，正常。这样看起来会很像主播吗？有人留言问主播多高？请问刚后开叉裙，小编穿都是穿 S 哦，没有看清楚耳环。刚刚的那个后开叉裙，它的腰头是做松紧腰头的，木质的，好可爱哦。然后雅雅的是透明的，对，我的是透明的，然后它都是夹式耳环，你太编了，这样呢？
好，有有有，这样。有看清楚了吗？应该有了。下一位，今天真的很多，大家有觉得今天的试穿很精彩吗 ？Peggy 回来了，对，不一样的感觉。今天我应该跟小燕起是拿铁色穿搭。好，现在穿的这件是刚刚小杨有穿过杏色，现在 Peggy 穿的是咖啡色的。刚刚穿过杏色。对，随性休闲麻料西装外套。对，他说西装外套。一个尺寸。一个尺寸。它是比较有点，我觉得它可以有点休闲，又有点。对，它是很宽松版，因为它边边有开叉，你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所以它的开叉让它变得没有那么正式。对啊。它的布料也是棉麻，比较垂坠一点。如果像我平常不太敢穿西装外套的话，我觉得这件可以先下手尝试看看，就是先从休闲版本的西装外套先都尝试看看。你身上的裤子是不是也是新品？这次穿的裤子是这周的新品，那我现在穿 S 号，是刺绣英文字破洞小直筒牛仔裤，是不是要给大家看一下英文字啊？是不是有一点难？出动出动，我们摄影机出动，你看你的腿可以抬多高？可以念出来吗？You are interesting and you are different and I like that. 就是你很有趣，你很不一样，然后我很喜欢。这个一定要买小设计的感觉。如果你觉得自己很特别的话，就要买。这样讲，大家好像都要买，都很接受。小编身高几公分？我又换了158。小编身高158哦。我们两个是拿铁色，拿铁色系。拿铁色系就是包括从浅卡其，然后一直到深卡。深咖啡色里面都可以，就是你们喝的拿铁啊，里面的颜色加奶精跟没有加奶精，摩卡啊，还有什么？对，有加奶精跟没加奶精的。对啊，像我身上这个，就是刚刚可鱼身上有穿的这件，绿色的，加再进来一点吧。我又入镜了，我们身上的是同一件，是经典多色针织短袖小衣，我是绿色，小杨是卡其色，它还有一个橘，我也觉得蛮漂亮。我刚刚其实在想里面到底要搭这个还是我自己是会想要这个，可是我想说中秋出游要惊艳一下大家，亮亮，对，而且这样子很像大学生周年轻，所以我就选了绿色，比较小一点的感觉。对，然后我身上也是，我也是选了同色系的穿搭，就是同色系的搭配就是这样子，同色系的穿搭基本上。但因为你是也是米色配色，对，安全色，它是米白色的，对，就是这种很像同色系双肩带，就是进入了一点点一点点的秋天，但是你不会觉得说还是很热的感觉，对，然后连耳环也一起拿铁色系木头的木质耳环，今年木质耳环很多很可爱，这礼拜五的大家一定要选购。小杨还没有介绍你身上的洋装，洋装，这也是拿铁色系，就是深咖啡色的小花洋装，就是上面是白色配黑色的花，然后就是一整天我这边有做这种造型，然后背面也有做，它一直延伸到背面的前后都有荷叶，对，只有做一半，所以这边都没有，还蛮特别的，就是这样子有点热。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因为它是短袖的，所以我觉得穿起来其实你如果烤肉的话就是可以旁边要电风扇，可能如果是没有，如果是去吃烤肉店，然后对，去百货公司吃烧烤店，他热到可能不会买了啦，穿进去删掉，我们所爱拯救这一切。如果今天你们家的人聚餐是在百货公司烤肉店的话，就对，因为我们家没有要烤肉，所以其实我就很适合穿这样子，就是如果在户外的话，不建议，怕大家可能要穿我这样子，怕大家脱下来，对，没有，他这个要脱下来是背心，脱下来。如果是户外你就穿这样，如果是室内就穿，我们就可以穿这样，因为这件穿新衣服，然后又可以出去玩。因为我要说这件上衣真的很舒服，它有一种。因为它的毛线是舒适的，不是刺的那一种，是很柔软舒服的。而且我很喜欢它的织纹，我是织纹控，所以只要有织纹的毛衣，我就会想入手。小杨的上衣是素面，我喜欢墨绿色，全墨绿色，我觉得它很显白。谢谢。还有可云穿的很好看，谢谢。所以就是如果说我们中秋连假出游的话，姐妹啊，或者说什么，我们就可以一起这样，就是裙子。就可以，就是一个 dress code 的感觉。因为其实大家其实穿裙子跟裤子的比例应该是差不多的。就是我平常自己真的是穿裙子比较多。对啊，我好像也是这样。你也是穿？我礼拜一穿甜美风，然后礼拜二就换休闲风。他会换裤子。然后礼拜三换了一个刘海，换一个人。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想说怎么变了？因为我刘海在太长，这种位置自己剪的。
Molly 这件西装外套真的很推荐，很可爱。好 ，Molly 38公分，如果有人想，38公斤，38公斤，因为有人一直在问他38公斤。小羊身上这个洋装是维田秋日花朵细肩带荷叶洋装，它除了咖啡色还有绿色。对，我这个是咖啡色的。然后我身上是穿 S 号。装小假呀，假呀，装。要再去变。好，哎，这个耳环好像也是下次的。这个耳环是11月，好久哦，那算了。我这个是礼拜五，这个先给大家看。这个先给大家看。而且很少假的，有做木质的。这个很可爱，看得到吗？很像某一种饼干呢，是吗？吃的那个，对。找出来拍。我可以穿刺绣牛仔裤，我刚刚穿过了，很合。就是我穿刺绣是这个吗？对。有人说不是这种感觉。我穿起来是合的，我觉得我可能要拿到 M 号。有人说想看高腰宽裤，刚刚有穿过了，之后可以拉回去，拉回去看。对，这件好像算一点点，算又是穿 S 6，它是有点男友裤的设计吗？是老婆？平常他总应该买到，因为它不是贴腿裤，我觉得它有点合，但是这边只有一点点空隙，是这样讲。不过，可是请问还是买 S？我穿 S 号应该就。请问你的身高体重？158公分，40几，45，这么瘦有什么好那个的？啊、我帮你们打他。好啦，我这件裤子我 S 号不能穿，可以穿就是很合。外套有吗？外套有哦，外套是随性休闲麻料西装外套，有三个颜色。Peggy 身上的是咖啡色，一件是790。那是周星驰，开幕周星驰上身吗？但是你这样子穿搭很好，很漂亮。对啊，不会太年轻。对，我们最甜美的雅洁又要再出场了。她身上是一开始小羊穿的那件的玫粉色。这件它是比较宽胸的，然后像如果你要去拍照啊，其实套出去不会穿出去就很方便。这套你会穿去廉价吗？去哪里都可以。廉价单来，你是不是没有在 care 那个地点？你只要也可以考虑，你只要甜美就好。对，而且它颜色就是很显色，而且蛮显白。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很好看。对啊，不会到太红。不管在哪里拍照都会很亮。而且像刚刚小羊穿黑色，可能就不能去婚礼，但这个就可以，因为它不是正红，它是野莓粉。不挑，哈哈，有人说你不挑是吗？你可以转身让大家看一下那个。这个是这个应该比刚刚黑色清楚，它是蝴蝶结的，就可以有人这样把它解开。你可以转个圈让大家看一下，它下摆有两层荷叶。有人这样转圈圈。好了吗？好了。还有谁？看我。又是我，你刚刚是不是也穿过这件裙子？没有啊，我没有穿过这件裙子。雅雅又回来喽。这件也是刚才有人问的牛仔蓝的，对，刚刚有人问斑明蓝的。对。它这个裙子有两个蓝，雅雅身上穿的是丹宁哦，丹宁蓝。对，然后另外一个是浅蓝，对，灰蓝，灰蓝。然后我上衣搭的是刚才那个 Molly 穿的那一件，这样。它其实穿起来就是。铅笔裙嘛，这样也是很休闲对，然后因为我肚子有点大，我把它折起来，这样，这里要拉好。这个也是平常逛街就可以穿，可是因为像我自己本来就是都穿这个，所以我也会穿这样来上班，就是穿外套遮一点。我后面开。雅雅，你刚刚穿的高腰。宽裤有人想要再看，你愿意再穿一次吗？你愿意再穿一次吗？好啊，再穿一次。这样，伦伦说你好骨锥，这边冷吗？那我再去换那一个。好哦。有人问雅雅的身高体重，153，然后41，比之前胖一点点这样。我去换那个高腰宽裤。他们去换衣服了，等等哦。
洋洋还有一套。现在没有人。对，因为我就是很喜欢这件，所以我想要穿给大家看。不要。那你可以帮我拿这个外套。好，我先介绍这件，就是这个。这个我就说，我自己的那个 IG 上面有 po 这个。昨天是不是有？蝴蝶结。Ruby 可以帮我绑一下吗？这个要别人帮忙绑，可能男朋友啊、妈妈啊或姐妹。没有，去玩去那个出游的时候会有很多朋友。哦，对，像联谊这样吗？这件很可爱，就是我特别想要再穿一下。小羊身上的这件是微甜蝴蝶结绑带宽袖条纹上衣，就我有写说我这件必须要以古装剧的那个。有吗？就是 pose， 有我的 IG 上面写，因为它最漂亮就是这边，就是它这个袖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它应该要。好特别、哦，你现在这样子，我昨天应该走路应该一直这样，你这样子这样别人才看，因为这样子大家看也可以啦，也可以。你说烤肉的时候故意夹那个，就一直这样，这样。那这一件就是烤肉神器啊，这样。因为烤肉的时候你一直拿，大家就会看到这个肉。你可以帮我夹一块什么吗？你说用这个打哪里？你可以帮我，或者这样子。我们买一个空拍机。我就离题，我可以讲一下，可以。我忘记是什么牌子，他说我们可以就是这样子，就是哦，你说这样子空拍机就升起来，然后这样子就对，这个是空拍机。有人说袖子会烧到，我觉得这是亏打麻的很实际，可能要这样子，吃火锅要这样拿。我要打麻将也是要先把它抓好。打麻将我不会玩，可是打麻将是不是可以？因为不是有很多牌。有人说可以藏东西在袖口里面。不要学，这是不好的示范。这件真的很漂亮，因为我要说一下，它的那个条纹布料是比较硬挺的，然后配上比较软质的雪纺鸭子，我觉得这样的搭配就是有点混搭哎，我觉得很可爱，就是这样。还蛮多人问这件的，大家好喜欢这个袖子哦。配上一个漂亮的耳环，可以变魔术可以。对，我变一个。我看一下，我变一个手表。我想要手表，我今天好像忘了。就是你如果要给男朋友惊喜，肉姨有买这件，肉姨这件很可爱的话，你就可以从这边拿出一朵花，拿出一把刀，会不会太恐怖了？这件很可爱，然后它只要搭配短牛仔短裤也可以。然后我那天是穿那个，现在特价299的裙子，对，西洋爵裙子。就是它这样也可以。你可能要借我。我今天很嗨，就是想说要烤肉，要放假了，很开心。阿伦说我是大卫洋洋，阿伦在变一个东西。阿伦今天是不是也是看了很久、啊？对啊，阿伦一直在。他今天好准时收看。就是好像这样子也可以。刚刚我是穿那个杏色的那个西装外套，然后我现在是搭黑色，我觉得这样也蛮可爱的。有人想问小羊的牛仔短裤，牛仔短裤之后会有，之前的 Polo 可是已经没有了，卖完了。对，它就做侧面的，开叉，这个是黑色的，对啊，但看起来腿很长。这个我们三色都穿嘞，我觉得对啊，今天三色都穿，大家都喜欢这一件。对啊，然后这个就是你只要露出袖子，黑色比较有气势，古装的那个。这样超有气势，这个姿势好像有点刻意，就一直这样。有人说好看，黑色比较有气势，这件很可爱。然后还有 ，Peggy 又换了一套。对，有人说想看这个棉裤，我就超级快速换了一下。你今天换了三种不同的风格。大家想要看什么，今天都可以说，可以许愿。没有，刚刚三种风格，刚刚换到。我今天只差甜美风。对，这件棉裤我现在穿 S 号，我觉得算合身的。Peggy 现在身上穿的是。MIT Oni 韩系修身棉裤，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一件，然后有黑色跟卡其色。它这件是不是版型比较合一点点？对，我觉得版型，如果喜欢穿宽松一点的话，可能要拿大一号，或者是下半身也蛮瘦的、啊。但是因为它很瘦、啊，我觉得有点合啊。因为它算合，如果你会、有人会害羞，就是觉得屁股的形状太明显的话，可以多拿大一号。45公斤以下可以买这件 S 号。好，可以，可以 ，Molly 可以，这样推荐还 OK 啊，就是比较明确一点。对啊，如果想要松一点的话，可以选。跟你刚刚完全不一样、欸，他今天换了三个不同。你今天有穿的什么风格？我刚第一套是什么？牛仔，好像有一点点甜美啊，穿裙子。然后刚第二套是比较西装的，对，现在要到一秒变屁孩的感觉。
对啊，休闲穿。然后我刚有拉比较高腰一点位，就会看起来比较修长的感觉。对啊，然后哎，可以刚好穿过这件，真的会想要把它拉好拉上来。原来我跟你讲，穿一天就习惯了。但是我蛮喜欢这个型的，我觉得蛮好看的，我觉得可以再出很多颜色。因为这样我会想要购入哎。对啊，你说上衣，上衣对。而且我现在很不自觉的想插口袋。上衣会很想要，因为上衣这个上衣搭牛仔短裤好像也蛮好看的，上衣好像蛮百搭的，而且我今天自己来上班的时候就是穿这个，然后也是穿棉裤，只是穿之前有一件侧边有白色的那件，就会很舒服，就是很运动。那好吧，还有人有问题吗？还有，还后面还有人在排队。呀呀呀！今天也是跟大家许愿你啊，今天也穿了，再穿一次。这个是刚才穿的那一件宽裤，刚才是搭那个。高跟凉鞋，因为刚刚有人问那个这礼拜的高腰牛仔宽裤，就是雅雅刚穿过，所以我又请她再穿一次。然后因为我现在穿这个，我会把它配的有一点点个性，所以我还要加皮带。然后一样是穿纽结上衣，然后穿起来就会有点像落地裤的感觉，就是比较腿看起来比较长长一点点。而且雅雅是153，也是可以驾驭的哟。这个裤子叫什么？这个裤子叫做率性修身高腰直筒宽裤，有 S、M、L 三个尺寸，790元。对，想看粉色大学体？粉色大学是哪一个？就是刚刚你有穿白色花边的那个。哦，雅雅要穿吗？这样，刚才要看的人看到吗？然后他的那个腰这边也是抽虚的，跟裤口一样，就是有一点点抽虚小细节。对，这样穿起来。粉色大学 T 是这件吗？是吗？是谁啊？谁问？雅雅穿 S 腰会很大吗？穿起来，我的屁股是卡的。可是腰可能会有一点点松，所以我如果穿休闲的，我就会用皮带。你要不要搭一下这个？好像可以。这个是这个礼拜的赠品，也是今天直播分享、直播留言会抽送的礼物之一。看看，今天的礼物，等一下送礼物。这样，如果我穿休闲的，我自己出去也是都拿那个帆布包。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包包？这个包包大容量，好像可以塞很多东西。可以塞很多东西，但是可是里面如果塞很多东西的话，可能会有点乱，因为里面容量比较大。可是那个我们有一个特派小编，就是江江小编，他现在在日本，然后根据他传回来的消息，他是讲说这个装东西背都不会重。江江说的，因为他说他把他买的，我不知道，他说他把他买的东西都塞进去，然后背绝对不会重。江江说的，有问题找江江。他背起来就是这样。战利品可以放，对。如果你出游是要去逛街，就可以背、这个，就可以背。然后它这个后面是用一个布条，这样。Puzzle, a little thing of life。好，另外一面就是它是英文字，然后它有这样子画掉写，我觉得这样很可爱，手绘感的感觉。对，上面的字太多，我就不念给大家听了。想要手绘袋可以分享。想要手绘袋，这个直播快要结束了，结束之前赶快分享，公开分享加留言就有机会可以抽到哦。其中一个礼物是这个，这个包包真的容量很大，对，但所以在外面可能要小心一点。我觉得露出正面。小杨有下一套，刚刚大家说许愿款，对，许愿款，今天大家换好多套。就说今天的直播很丰富，一定要看呐、啊！对啊，今天大家换超多套。这个是刚刚谁问的，我忘记了。可能要有点前面。好，那同身上，因为我也有穿，之前我穿同小姐芥黄色的，然后这件就是我觉得它很宽松，就是它会让腿看起来很细。那我也没有穿牛仔的，就是我觉得有点娃娃装的感觉。嗯，然后背一个就是帆布包，好适合，这很可爱。这个还有黄色跟黑色，对不对？黄色跟黑色，然后白色跟那个黄色是我觉得很好搭配的。黄色是有点流行，然后白色就是基本款。然后，model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把它绑起来，可是我不喜欢绑起来，我喜欢这样。而我记得我黄色好像把它拉掉，因为觉得好像拉开一点比较可爱，这样，拉开的感觉也更可爱。
那我要介绍最后压轴，压轴压轴送的，对对，这个是中秋节，中秋节，所以我们特别加码送出小姨，送出小姨，送出小姨，今天的最后一套哦。月兔吗？你说我月兔啊、哦？嗯，月兔吗？对啊，月兔装。嫦娥，嫦娥在这边。吴刚，哈哈哈哈哈！砍树，吴刚啊，吴刚。嫦娥是嫦娥的嫦娥穿搭，你如果中秋节嫦娥穿搭在这边，到底怎么是嫦娥穿搭？吴刚，哈小姨身上这件来看一下，这件是询问度最高的，这件就是女神款，嗯，这件我有穿，连身裤，很喜欢。这件是今天直播分享的礼物之二。有想要的人赶快留哎、欸，分享留言，快要结束了，最后一套。这个我想要介绍一下它的布料，它是布料是薄的，然后它这边就是前面它很贴心哦，就是你它这边没有，这边是平的感觉，不会不舒服。然后松紧带从这边才开始，可是它不会很紧哎、欸，穿起来是舒服的。然后它袖口这边就是有做这样子，有一点泡泡袖，蓬蓬袖。对你穿起来的时候也是这样泡泡的感觉。然后，大家说好美哦，这件真的很漂亮。然后这边腰也有做松紧带，对，这个绑结是绑前面后面都可以，都可以，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做调整，就是绑鞋啊，绑后面都可以。而且它很贴心，因为它有做口袋，对，两侧有做口袋，就是穿套一件，然后就出门去烤肉，就烤肉，就带钥匙跟手机。烤肉很适合，因为这个很宽松，不会觉得很就是你这样蹲着都可以这样。那你要不要蹲？又要起立蹲下？一定要拉成一字领，对，这一件就拉成一字领比较好看，因为你如果拉圆领，圆领就不漂亮，但圆领 也是可以，就是穿心领。这个你不要拉那么，它好像没办法上去，它只可是像这样子也还好，这样子也算一点点的平口啊，对，不一定要往上。一五六穿会太少吗？应该不会，因为小一五八，对，而且我照全身好，全身看起来真的很修长、啊，转个圈。而且我觉得胸口没有做松紧带这件事情真的很贴 心，因为不然这样会压着，会一直这样，而且会很紧。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你是仙女，你是女神，女神系的跟你是可爱系的都可以穿这种样装，好像可以配一个帽子。帽子，我来看看有没有帽子可以借。雅雅刚刚那一顶可以吗？白色的，雅雅白色的可以，可以借小姨，就是有一点搭配，然后。配球鞋跟配那个跟鞋都可以，对，让小姨去看一下。不会啊，很好看吧？好看吗？好看，好看，好看吗？你们要说好看，让以后小姨才会继续穿给大家看。有，然后小姨身上，她那个耳朵上面戴的这个耳环也很可爱，也是木质的哦，特别挑的木质的。这是夹式耳环，是你这周五会上架的、哦。这些夹式耳环也太美了吧，很美。这是有找了几个夹式耳环，就是木质的，超特别的，对。大家就是数量有限，所以大家可以就是礼拜五赶快抢购。礼拜五六号哦，这礼拜五夹式耳环要上。你在这边的那个脸很美，大家应该知道，大家夹式耳环快就会抢光了，好美、啊。可以升级说，还说自己好美。大家应该知道夹式耳环很快就会抢光吧？这礼拜五哦，十点不见不散。夹式不见不散，要约好。因为真的很难抢到。对啊，我自己也是每一个都想要。有喜欢今天介绍的夹式耳环，记得十月六号。介绍很多哎、欸，希望大家看得很开心。然后明天中秋节，明天晚上要烤肉，然后烤肉要注意安全。对，那另外一种可能会稍微痛一点点，我觉得不要戴太久，就是自拍跟朋友自拍的时候可以就是戴着，然后你结束你的活动的时候赶快拿下来。今天的直播要结束了，要结束，那但还是大家要有人还没有分享留言的吗？想要得到小姨身上这一件，还有这礼拜的袋子的话，赶快现在最后的机会，小姨。
小姨身上这个可以出来。小姨身上的连身牛仔套礼物，礼物牛仔连身裤，就是它的价格是890。然后今天因为中秋节要送出，这样很像一个节目。中秋节嫦娥月兔，我刚特别节目。就是那就这样咯，应该大家都要下班了吧，因为我们就想说有办法拍到所有人趁下班前赶快有钱跟大家聊聊天，然后我们等一下也要回家了，大家可以站一排吗？我的啦，我的钱都乱放，要跟大家